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拉超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哎，不要去拍我啦，这个塑胶袋超厉害的哦，它可以飞在天上。对，它超强的，它已经飞超久了，现在飞又飞超远超高。它本来只是在道路上而已，结果飞到那边去，哇，又飘起来了。哦，因为今天的话风很大，那这个塑胶袋呢很屌哦，随风飘逸。哦，飘上去之后呢，这再也不会下来了。好了，我知道我在录影啊，你看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太扯了。哎，它真的好厉害，它是个像风筝一样的塑胶袋，哇，又飘更高了，哇，又飘更高了。希望它不会造成交通事故才好。哇，又上去了，天哪，太扯了，哇，更高了，你看姐姐，它已经快消失了，太厉害了，哇，不见了。